智商。OK， 我知道怎么玩这游戏。OK， 开始吧，真正的开始。现在咱开始试一把，试一把。别！什么意思？不行！已经开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个。王强，这是玩真的还是？认真的。你刚才做的非常好。对啊。 咱们整体战术就是成功了，但我得赌，我也不知道谁是谁，你不用赌，你只要能把他弄下去就行，因为他上来还得推别人。对，或者是，但这次我不一定一个人能糊弄过他了，他现在你看，他现在已经来了，啊，绝对的泥鳅，他现在已经开始暴走了，啊，他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，他把自己裹成了叫花鸡，来吧。 这就是爱情如烈火，心在手，火热的是我。我滑倒了，烈火滑倒在手。 哎，摔跤了是吧？摔跤了是吧？你们不要再摔跤了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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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唱，大哥，是你吧？我让你变成李泥，春泥你是？我要变春泥了吗？你要变春泥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太绝了，大家都往人家脸上糊泥吧。忘了？我忘了，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陈哥给我一宿子，哎呀我去我去，都还好吗？秋哥，喂，白鹿怎么叫来的？往哪溜达呀？你溜达啥？干嘛追着我？不绕圈圈的。绝对不是这个，绝对不是中间这个。白子，绝对不是中间这个。白子，陈哥，对不起，你这腿差点没给掰折了。刚刚干啥了呀？你刚刚干啥了？我这有没有人拍上？腿差没有掰折了！刚刚干啥来呀？快点下来！
要了命了。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来，你们四个一起上，对付我们五个。你不去，你快点的。我快，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啊。请听题，十位加油，十位加油。一号刮胡刀，二号鸡飞蛋打，哥，三号眼镜，四号怀孕，五号玩偶。六号蟑螂，哎呀好像啊。七号肥肠，八号鸡蛋，九号蛋糕，九号蛋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蟑螂，卷饼，小狗，高跟鞋，脸谱，梨，沙溢。哎，孙悟空。孙悟空是方的吗？龙。沙哥好像龙。二十九烤串，三十柚子。啊，柚子，这是三二一，柚子是啥呀？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知道是啥。柚子是柚子，没说是吧？啊，主要靠抢，你主要抢，你我告诉你答案，你听我的，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，我也知道。请问十五号。高跟鞋，正确。请问二号答案是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你别说，你别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别说。三，我弹葫芦。二，一，错误。鸡飞蛋打，正确。哦，切，就这么一个，你看看，他就明白。请问四号答案是？怀孕，正确。你这个话最好。十八号答案是，梨子，水梨，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柠檬，正确。请问十号答案是？我的反应好快啊！还慢了吗？卷饼，正确。耶，继续啊！请问，好了，你回答吧。你说，抱歉。请问七号答案是？肥肠，正确。七号肥肠，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？肥肠，我看懂了。请问八号答案是？土豆，不是，鸡蛋，正确。呀呀。哦，二十五号答案是沙哥，孙悟空，正确。二十八号答案是白鹿，沙哥。白鹿是替我拍的，我手跟不上。我们这儿有拍，有替拍，代拍。站，我站姐，站姐。二十八号答案是龙，排体龙，正确。最后一题，请问开十六号答案是洋娃娃，正确。输了吧？没事，虽败犹荣。沙哥来十一号了，八号没人，你要挑战啊？你这位置太那啥了。我跟沙哥在十一，应该开始挑战了。周深在那守着呢，我看看能不能赢他啊！这个是灵巧的事儿，它不是劲儿的事儿。好，来吧。
哎呀！我天哪，他太快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天哪，他太快了！我守住了十一号。哎呀妈呀，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！我失败了，我挑战失败了，十一号。你还可以挑战我，你还有一面旗。我不挑战了，让别人来吧。十一号他们守住了，完了，来我这儿了，石博宇，来我这儿了。沙哥，我们没有退路可以走了。但是你挑战我，博宇你连不上的，四是有人站的。你到十三，你没有意任何意义。我在十一，我等倒数结束前，我把十一棋拔了就行。我要挑战沙哥，来。哎呀！哎！哎！哎！沙哥，我还比。如果十三号挑战成功，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这样估计可能有赢的可能。是的，所以现在十三号很关键，石博宇对战沙溢，我觉得石博宇能赢，肯定能赢。他不一定，沙哥很拼的，沙哥最近可拼了。好累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十三号他没成功，我们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十三一定要守住，沙哥凶多吉少呢，感觉。哎呀，哥，厉害厉害！挑战失败。我是彻底已经喘的不行了。我从这看你好奇怪啊，这这。完了，浇头发上了。洗脸呢？咋整？留没留黑？还好，我这目测好像还没有留黑水。你这是给谁浇水？儿啊，喝的。洗头呢？洗头。别呀，别忙了。到了，沙哥到了，沙哥，沙哥生气了，沙哥生气了，加油，老沙，来了，一会儿是不是得给你弄点护发素什么的？没留黑粉，没有。走在踉踉跄跄的，沙溢哥，你怎么能把头发玩得这么稀巴烂？有一种回到了乡下的感觉。你俩是现在是两个鸡，一个落汤鸡扇另一只鸡，一个落汤鸡还在扇鸡。哎，下山了，鸡都走了。沙哥你个抓鸡。沙哥你个抓鸡。
我莫名其妙的有点像一个人，怎么那么像马里奥啊？我马里奥，马里奥有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，就绿的。鲁伊基。哎，叫到肚子上。哎，他自己回家了，自己回家了。上树了，鸡上树了，鸡跑了，换只鸡，加油，老沙，加油，还有一点，保持，保持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哦，进来，耶！老师，你是周深的初中老师啊？高中，高中啊？对。您这么年轻啊？不年轻了，我啊，比你大，比我大？对。哎，对，一般跑男来看这个年龄，都拿我来做一个基数。多吃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多吃点。您差不多就行，因为后边还有。深深呢，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很那个腼腆的一个小孩吧？安静。是不是？哎呦！然后学习也很用功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行。还行。嗯。看来成绩一般。唱歌好，歌手大赛他都是问鼎的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我不打算走了，让他们去做游戏吧，那游戏我不想做。是不是打两下之后也就不疼了？不是，你在下面看着他这玩意儿哗哗哗从你眼睛过去了，害怕。我不打算走了。你还带班吗？带每一个班都是从高一一直带到毕业的。我两个儿子。学习这事儿啊，还得靠自己。辅导功课特别影响亲子关系。你又比较关心教育，对吧？哎呀，不懂教育。我们目前大家的积分是绿队积9分，棕队积3分，粉队0分。绿队是几分？9分。沙哥已经想摆烂了。对一把是几分啊？3分。给他们了，你给谁呀？好了，那我们准备了，请裁判出题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哇，三，哇，二，妈，我不敢出去。啊！二，妈，妈，我不敢出去。这是多强的咬合力呀！鱼在哪儿呢？37，啊！但是，恭喜东贝再积3分。你们队几分了？我们6分。这把你再赢就9分了，对，跟我们平了，对。哎呦！啊！平了，老沙，加油，老沙！哎呀，漂亮，快看题。我稍微再给点力。对。哎，这个地的颜色就对了。应该是这边吧，应该是。怎么这么困难吗？好像是望远镜，就这个。就这个。是，就这个望远镜吗？就这个吧。哇哇哦哦。你来找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说拿这个看，有一个太阳神鸟的标记在哪儿啊？那头最圆的那个球在那里啊。哦，就是那个，我看。
了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，远处那个那个，就在那儿，就在远处那个。就在这儿，来来来，看一下，是就是看找到那个标志，那最后那个里头那个高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是就这个望远镜吗？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它难道上面有字吗？难道是？任务是什么呢？它难道上面有字吗？难道是？啊，在这儿，望远镜上，嗨。在后面，在后面，看半天贴在后面。请乘坐电瓶车前往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，挑战读不完的文章。走啊！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，赶紧啊！快快快！来了来了，我估计他们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喽。妈呀，这有跑步机是咋回事啊？这是要一边跑步一边念书吗？这有辆车，哥，这有辆车，这车更可疑了。这几个车有点可疑啊，哥，那儿也有辆车，哥，这几个车有点可疑。我听到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哎，我真的有种想随时逃跑的感觉。哎，这里头刚才有没有李晨他们？走走，坐车跑，快快快！等一下。他们是追车，他们的车这是追呀、啊、追，他们已经到里边等我们了，在外面了，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在外面了，在外面了，在外面了，快去追他们，快去追他们、啊！我们走，快走！这是啥车？上车，上车！这是啥车吗？往哪儿去了他们？哎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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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！哎呦，还不下车，还不下车！开车，开车！保护我方队友，快走，快走，司机，快开车！你跑到那边砸大镜，你快去，快开车，司机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往后倒车，不要锁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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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锁了，锁了，锁了，要砸我！但是苏醒没了的啊、哦，苏醒没了，对吧？我们快回去叫下一个地点，对吧？好好好，你们啥人呢？你们啥人呢？把我砸完之后也不管我了。你们刚是看到了这个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外头看见你们车了。我都说了，我下车之前我就提醒他，我说把车停远一点。太坏了，上车按理说不应该算的，我都进到车里了。对，您等女开，来，看我来看。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听伴奏，要听伴奏，听伴奏。完全不在意节奏。没人在意伴奏吗？我接上了，至少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但我是对上了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对上，我这个团长不干了，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再来一下。对，面对女孩看过来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黑洞了！我们的曾少年剧组，怎么回事？小公子指挥那个正拍，那这应该什么拍啊？应该都听快一点，立的立的啊，这里啊，那你接快点啊！你这我怎么接？你没按着调来。然后刚刚沙哥的节奏也错了啊，你也错了，太早了，对，早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听到没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那来吧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年日拍，什么菜？不是他这个摁给人呛了一下，你怕你这摁的有点摁多了。你们摁坏，你们起好头。摁多了，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团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一下。
可以吗？当当了当当当，嗯，对着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唱对了吧？对了对了。差点干折了，他们把这个串折了。这个距离对于我来说比你们远。这中间隔了四个周身。太残忍了，唯一能扣着的一个还没了。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快点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你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过来，我过不去，我要能过来我就进宫了，我怕我一过去直接从这就出去了。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哈，好远，好远，走这么远啊！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你要蹬一脚，你往上蹬，沙哥往上蹬，他你就不会掉下去。来吧，深深。哦，可以。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往上蹬，赶紧蹬过去吧，使劲。想弄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没那么容易。我下一个格。再下一个。啊！好，对，把那个也给他撤了。你遥控呢，是吧？这个脚可以可以，挠脚心，挠脚心。这什么招数啊？这都先炸窜，脚脖子，脚脖子，哎，哦！你不怕腰折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腰腰！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腰腰！哇！哇！腰腰！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痛苦面具。KPI 已经完成了，刚才那连续四次的漂移可以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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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周深胜出。呀，他太灵活了，感觉他好像都在这生活，平时在这种地方生活一样。你捏捏，好，没事。得接啊！我接啥？没有离开，离谁接？从你这儿过去的，没感觉过来了。你这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。不是，我们刚玩的游戏，人家刚开始。那行，那你们重新来，那重新来，啥？是再给这刚太快了。啊！全来了，全来了，来吧来吧，我来我来吧。哎呦！怎么拿呢？这咋不要啊？还你老接？这咋不要啊？还？哎！怎么拿呢？老接？这咋不要啊？还？有什么区别？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两把？有什么区别？这两把，哥们这么低你还不要？哥，沙哥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动。好，沙哥淘汰。好，请看题。哟，完了，好难啊！先从程程开始啊。等一下，来准备。只想到一个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
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李诞。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白。李白，李白。好，题目到。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？有好多，你们都不认真。你给我讲一个李姓李的歌手，来来，姓李的歌手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李克勤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谷一，你也就是仨，有好多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健，李健，李克勤，李宗盛，哦，李宗盛就六，李圣杰，李玟，李玉刚。李玉刚，李玉刚，李玖哲，哦，好多啊！不是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想，你想你还要看他在指谁。你现在还敢教别人？就你玩成这样，你就只答了个李荣浩。刚才你们得分是-11分。可以了，可以。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我笑我们的题？好，请看题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这个我知道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很多大奥特曼、小奥特曼，有很多。哦，可多了，有巨多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很多，很多。有很多，非常多。有很多，有非常多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了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。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。赛文奥特曼。三二一。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。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。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。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父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母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子。三二一，奥特曼之兄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三二一，奥特曼。本曼。奥特曼之妹。三二一，赛文。三二一，迪迦奥特曼。好，题目到。真是有奥特曼之父、奥特曼之母，有奥特之父跟奥特之母都有。奥特曼之子应该可以吧？没有这个。你看，纯垃圾，纯垃圾。但我这个任务乱蛮，一分60秒。嗨。你是人还是镜中人啊？对不对，我不信你。我是人，好人一个。哼，呸。你是人还是镜中人？我是人，我是人。你是人？夏哥。哎。吓你一跳吗？别动，我没找到。你跟我们在一块。你查出了谁？你又不告诉我你，你又不告诉我你的，我没找到，是人，不是人，不是人。我觉得周深好像不像是金龙。是人，他应该是人的神人，我把他死了，
拿一张人的这个身份，是人是镜中人啊？我是人。你是人？来动手。干啥？是人是啊？死我吧，反正我是镜中人。哎，撕掉人的皮，镜中人就可以跟人互换身份。我不是我去那边死你干嘛？我靠！我靠！我是镜中人。我靠！我靠！杀你！我这是有病啊！我说你今天跑得那么慢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，我直觉告诉我不是。现在请黄队报颜色，我们让他先站在红色。红色，是不是这样方便点？来个翻译，尊敬的，右脚黑色。行，可以。凯哥，右脚。啊。左手放在红色板上。你看。哎，完了。右手去白色，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，应该是铺开了。我只能说呀，这一把随缘吧，得喝不少啊。太好砸了，请黄队开始进攻。哇，未砸中。哇，未砸中。小小队你们都发出了哇，就砸刚刚那个地方就好了。砸中，完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砸中！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说位置？我这，没事吧？打中。泽远，泽远，没事没事，我对不起你。黄队得四分，对不起，我没事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，白的。两位站在白色 MC 地垫上，还是白的，右脚吧。右脚站在白色 MC 垫子上，左手红色。右手再来一块红色。这是拍一个广告，拍杂志的感觉，治铁饼者。蓝队进行攻击。哇！哎 ，nice！
答中。这就中了，那都给你得了。跟着感觉走，走，让他带着我，走你。很好，跟着感觉走，再来。全中，厉害！这是我打的。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分分都在附近。沙哥一会儿要喝一点下火的东西，还沾着一会儿。恭喜蓝队获胜，同时蓝队的每位玩家钻石数量都会翻倍。别别别，你看你欺负老年人呢，这咋还欺负老年人呢？我不碰瓷儿啊，我碰瓷儿。我不参与，纯路过，纯路过。那我给你按。不用不用，我有手，我有手。呀，你妈呀，碰了！我有手。呀，你妈呀，碰了！炸弹解除失败，沙溢 out。这个真的不怪我。你可以尝试我，那我选李晨和老沙吧。那我俩是啥身份啊？你是王后，我王后，你是骑士。王后，盲选哪两张？我愿意当骑士来证明我的清白。他想当骑士，请国王、王后和骑士前往各自的房间。哥，你想当骑士来改变棋局吧？我觉得凯哥很紧张，刚才凯哥特别紧，刚才凯哥的眼睛都在抖。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凯哥太紧张了。请国王抽取两张牌。哇，这么多牌！好，请国王选择一张牌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请王后抽取两张牌。请王后选择一张牌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请骑士前往出牌间，做出最终选择。骑士的选择是。黑桃啊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请三位离开房间。先问骑士，骑士是谁？骑士先发言。我、嗯、骑士先发言吗？对。我不想听骑士先发言。凯哥很开心啊！不是，你们说我是啥？好开心啊！你个黑桃。不是，你们说我是啥？黑桃。你们说我是黑桃？你不是黄就是黑的。你一会儿听吧。我先说一下，
我两张都是黑桃，没得选。我没办法。沙哥不满意。凯哥，我一张黑桃，一张 Joker， 我只能选黑桃。如果他出了一张 Joker， 那就是 Joker 那边会多一个人。不是 Joker 的话，不会选 Joker， 这个是对的。啊，我不可能选 Joker 吧？沙哥来，你抽的啥？一张黑，一张红，把黑的扔了，把红的给了骑士。但骑士说他收到是两张黑的，我是两张黑，说谎吗？你俩里面有一个人在撒谎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下，我没得选，两张黑牌，六角星。我觉得沙哥是黑的。那沙哥，我问一个问题：当你听到最终方向转向黑桃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我的心情就是想揍他们。沙哥绝对是黑桃。你这个回答就是太夸张了。沙哥慌了，这种游戏真的不能再玩了。我们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套路，这个太熟悉了。凯哥和沙姐，你们俩明显是坏人，尤其是你。我从哪儿看出来的是黑桃呢？我觉得，因为黑桃之间是知道的。你们红桃的有的不要被别人带了节奏，这个时候你们红桃，那你是你们红桃。沙哥，沙哥刚才说你们红桃，一群糊涂蛋子在这，一群糊涂。哎呀，我的王后是范丞丞。我的骑士是马伯骞。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请国王、王后和骑士前往各自的房间。我觉得我这把有点危险啊，我感觉。是什么逻辑呢？他选我作为骑士的两种可能是，他确切知道我是红色，但是倒也不一定，因为现在到最后一轮，如果不到最后这一排的话，其实这个都无所谓。请国王抽取两张牌。这也太邪了。这没啥可选的了。好，请王后抽取两张牌，选择一张牌投入出牌口，交给骑士。请骑士前往出牌间做出最终选择。这个是 Joker， 这个是骑士的选择是，黑桃。我的天！气死了，真的气死了。你为什么选个黑色啊？我没得选。我一个黑桃，一个 Joker， 没得选。那可以选 Joker 啊。你哪怕选 Joker 都好，现在离黑桃太近了。你可以选 Joker 啊。黑的马上赢了，你看。黑桃马上就要赢了。黑的马上赢了。来吧，先发个言吧，说吧，我听听。我是一张黑桃，一张 Joker。你出的什么？黑桃，我只有黑桃跟 Joker。那沙哥抽的什么呀？我两个都是 Joker， 你看看，你两个都啥？都是 Joker， 那我没法弄。沙哥已经自暴自弃了。两个 Joker， 两个 Joker， 你说这命呢？救命！现在能不能验身份啊？现在是的，因为此刻棋子再次走到了检查站，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。攻城队，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。他们攻吧，行。我们攻，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？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，就这么随意。
就这么随意。您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？今天确实时间紧迫，不需要问。没事，你们就先来吧，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，一样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球。哇，加油加油。哇，你怎么还能踩球呢哥？哇，那个球真的可以踩。哇，沙哥，哇哇哇，沙哥好厉害。哎呀，剩下多秒。夏天啊，效果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效果不行。深深咱俩吧，要不然你可能都没机会上了。我都可以。可以。哇，好紧啊！用牙齿，用牙齿咬。可以，一个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沙哥。这怎么够的？老沙，第一排总得叼一个吧？第一排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，总要叼一个吧，沙哥。主要是肚子硌住了，开大胯。你的手，你的手，别说。没事，我可以。沙哥叼了起不来了，这不行，我都玩累了，我都躺下了，太远了。嘿，沙哥和饼干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的距离。沙哥，你还叼吗？自己把自己笑倒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行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这个比爬那个还累。我跟申哥比一下。哎，真的，这比爬那个还累。你看那俩，一看就失位。干啊！干的那是，干的那是，那是老大的活吗？我知道谁是老大了。三是我。哎，四五六现在。那你直接要二十。刚才我那信封白木龙看着。我感觉他们肯定会投你。我一个普通人给我投回去干嘛呢？我觉得你反而装秦王更好。秦王？但我觉得你被投去也没关系。我是秦王吗？就对你一起惊呼。我问你，我说我是谁？你是秦王？我说我是秦王。你给哥整懵了，来了啊，走你。OK， 二二五一，要俩二，要俩二，一二六，行了，木头人，这怎么？我比了，大哥。这不把我扒到一边去了。请做出游泳的姿势，开始，三二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白鹿，你这是要拿下谁呀？这是。王毅回到起点。哎，这不是游泳吗？这后边是啊，蛙泳吗？蛙泳的起步动作。范丞丞，你这是马步。这回去吧，得。范丞丞回去。OK， 今天鱼马大战，我跟你讲。请摆出背对背拥抱。
王毅，我劝你选范丞丞。开始。沙哥，沙哥，不躲人。鱼没有人了，你应该往回走。请做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。开始。快跑！快跑！三、二、一，不躲人。还有两只脚没着地，摆出自拍的动作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。恭喜过线的队伍，你们每一组可以获得不同的分数。第二轮，请准备，请露出可爱的表情，开始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还能别动。等会儿，伟丽姐，这算可爱的表情吗？很可爱啊！请进行伸展运动，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伟丽姐的伸展运动会不会有点太难了一点？你自己上难度了。请做出一个非常妩媚的动作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沙哥，哎 ，OK，OK， 没事。请进行双人比心，开始。木头人。竹子，你不管我的死活呀！竹子，我的玉兔抛弃了我。竹子，太好了，你等我了，一木。请模仿接下来马天宇会做的动作。啊？马天宇，马天宇，二一，马天宇在哪儿呢？我都看不见的。沙哥看不到啊。伟丽，不对，人家那手是合着的，你张开了。这个咸鱼在捣乱。不是，你看他，他俩的手是立着的。真摔他，摔他。请搭住一名同性的肩膀，开始。同性，同性的人。同性。伟丽姐跟一只箭一样射了。你那个伸展动作要展示两处吗？这是拉伸动作。一夜没人包。哎呀，请模仿接下来沙哥会做的动作。嗯，开始。木头人，木头人。你这是什么动作？你能不能守一点余德？请做出平板支撑，开始。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挺晕的，这样。四、五。哎呦！哇！绝了！是不是跟个小兔崽似的？就不能往地上躺，我觉得躺上反而比容易被死。对。